一万块钱还哪整一下的？一万块钱得二年，得两万年啊！那种带队，你还是没有跑的手鱼，你这两万年还得还费事。那他还剃头，还有点留，还有点手鱼嘞。一年挣不一万块钱的，种梅子、搞搞、那种黄银的了。这哪还挣一万块钱？你看这，挣一万块钱，哎呀，一年挣不了。我拿了一分没挣，挣不了了，活三不挣六一了。我活三没挣钱的人。哎呀，那这个当然我这人。一年怎么，我每天不干净的，那赔不是钱。老子一万块钱的三年挣不少。我这一辈子我没挣一万块钱，我是个残疾人，我又没打上工，我就看孩子种地、做饭。三年挣不一万，挣钱不容易啊，但是没一个挣钱的项目，你怎么挣钱呢？人家一年还怎么挣一万不？我们得那个好，今年我可是三年呀，那个也得不得吧？一万块钱啊？那我没打起啊？我不打起。就是打起，那不可能得半个月。那还了得？那不就是抢钱这句话？